他们第四场赢了，我们第十场是当时是输了的，因为我们当时庄大也输了，就你赢了一场，我们第十场也输了。意思就是，如果说你客队打扳倒这个第二场的话，你基本上第五场是有力量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。他其实说，所以说为什么要把你开掉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第四场。客队的关键是在第四场。